抢到一个进攻机会，阿吉停在中距离，替补简浩的超截回来，再找到阿吉，这边是一个三分的空档机会。手系统还有观念其实建立得非常好，嗯，没错。阿吉速度上面的优势，到了篮筐下方，还进这两分。阿吉过来就是一个三分球。田耿尼在找队友简浩，这个空档来讲对他非常大，最后没有投进。阿吉到篮底下，最后捡回这两分。没有回场，比赛还持续进行。那阿吉出来再投一个三分，个人连拉五分，还跟旁边真的是非常的快，真的是非常高的哦。阿吉身高上面有劣势，但我弹速赢你呀。嗯。回头是阿亮，这个就一定犹豫了。做一个组合，再挡一次。阿吉接下来的抛投两分有。这边有速度上面的优势，传给钱克尼，一拍过掉之后在中距离的抛。这边在找队友，最后的五秒钟时间，阿吉必须要投一个三分球，然后这样比赛还有双方三分的差距。是。